不是因为你，我哪会这么优秀？红烧酒饮落去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没错，小编又要带大家迎接我们合欢山的日出啦。哦，目前小编的位置在 28.5K 上游高点。没错，高点就是我们的五岭，因为我们五岭是整个台湾公路的最高点，所以我们常常会用上游高点的方式跟大家报告现在是往哪个方向。那等一下会经过昆阳，那我们现在是从鸢峰上游高点，所以现在还没有到昆阳。那可以看到我们的东边已经鱼肚白了哈，前面遇到一些慢车，遇到慢车怎么办？没有什么办，因为山路不好超车，原则上就是跟着慢慢开啊，顺便欣赏一下风景。好，29K 到了29K 啊，可以，大家可以看到从29K 开始全部红线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现在路两旁都是红线哦，东西红线哦，大家要注意哦。红线什么意思？就不当停车艺术的哦。那这一段是，上来就到了我们的太鲁阁国家公园哦，这里是太鲁阁国家公园界碑。那旁边有一个合欢山的牌子，就代表着我们的昆阳道了哈，昆阳岛啊，昆阳岛啊，昆阳海拔3070，加超过3000公尺啊！好，我们昆阳上游高点继续行啊！哦，今天的目的是虎兽山农场，不过直播不会那么久啊，主要还是让大家看一下现在合欢山的塞车状况。目前是杜鹃花季啊，目前杜鹃花很漂亮，合欢山的杜鹃花出名啊，所以每年的4月底、5月，然后6月初都是赏杜鹃花的花季哦，所以常常会造成整路的大塞车啊，尤其是在我们的合欢山庄到石门山这一段哦，应该是说到克难关哦这一段哦。真的是，有时候路边两边都停车，很夸张，两边停车的概念是什么？两边停车的概念就是中间只能一台车子走而已，车子没有办法会车啊，然后呢，安怎会塞车啊，而且是很严重的塞车。哇，呦，彩霞出来了，来，我看清了，我们彩霞出来了呢。今天的日出呢很漂亮，因为有那个层层的云，哦，这哪会无开电火，危险啊！尤其哦，山上尤其是这个晨昏之间的时候哦，一定要开灯。应该是说山路就一定要开灯的哦，因为山路常常会弯弯曲曲，然后有的地方会有树荫哦。那你从树荫出来，或者是进去树荫的话，有对面的话可能会看不到你的车子，所以都还是要这个刚才那个也是违停哦。这里都全部红线啊，违章停车。刮打，全部红线，全部不能停车。然后如果你随便这样停的话，超过2小时，它可以连续开罚，直接罚了。现在警察直接开单了。那这也没几个停车场，就我们的五岭停车场。
然后河湾山庄停车场，石门山，石门山好像就几个位置，石门山登山口就几个位置，好像四个还是五个而已，很少哈。哦，你看旁边的杜鹃花，现在等你开，等你睡，很漂亮。那现在五岭亭在施工哦，所以这边应该没什么人，大家都继续往下，往石门山的位置哦。哇、哦，整个楼梯打掉了呢，整个楼梯打掉了。那厕所的话是旁边有那个流动厕所可以使用。哇，超漂亮，超漂亮的。哎呀，刷一下雨刷。这也就是过高点的哦，就是从我们五岭准备往我们河湾山庄这一段，这一段超级陡的。所以这段通常就是打低速档，也其实山路就是低速档。这里就是水晶宫哦，水晶宫，这个下32K， 32K 这里水晶宫，这里下雪的时候是要修的哦，就是很多车子都爬不上去哦，或者是下来的时候就整个溜冰了。一样，我今天没有要逗留的意思哦，今天只是一样路过河湾山。哇，这样水！很美很美啊，可是没有空逗留哦。把它调高一点，让大家看。然后来看看塞车的状况。哦，哇，水个，超美的，然后也超多车子的。哦，今天的彩霞不错，今天来拍的都赚到。好，河湾山停车场，河湾山庄停车场满了。哦，满了满了，停到最下面都满了。来，满满的大平台，这停在路中是安怎啊？满满的大平台，还好今天客人不多哦，旁边只有少数的零星违停。很美很美，超美的。然后我用眼睛欣赏大家，就现在我的整个右手边哦是很漂亮的日出啊、哦。然后今天没有什么车子，不过河湾山庄的停车场是满位的哦，满位的哦。旁边还可以看到一些杜鹃。哇，石门山哦，石门山这个小小的停车场也满了，然后有九人坐违规停车上的人。好，继续向前行，咱来到客难关，我就关播了哈，因为再下去，好吧。陪大家到哪里？到那个，大家陪我一下嘛，到小风口好不好？小风口，嗯，很美，你看旁边那个都是花瓣，掉下来的都是花瓣。
一样哦，这旁边都是红线哦。哦，那个夸张的时候停到这边都有车子哦，真正足寒的。还有用光脚给他。来，前面就是客难关的哦。客难关其实以前就是石门的位置哦。哦，34K， 34加1。啊 ,34.1K 啊。啊，这个墙壁上面也都是杜鹃哦，满满的杜鹃。来，这个位置就是石门哦，这个位置就是石门。以前这里是一个石头，然后中间一个隧道。那后来是整个炸开哦，所以变成现在看到了客难关。为什么叫客难关？旁边这全部都是碎石坡，很陡的碎石坡。哦，你跳出来呀、啊，蛋黄出来了，超漂亮的。啊，我专心开车。等一下看，等一下过水池那个弯哦，可以看到日出。来下去给大家看一些。一样啊，全部红线，我也不可能停车让大家看嘛。很美，超美的哦。早上的话就是美这一边哦，下午的话，傍晚的话就是美另外一边哦。晨昏的色彩，山上晨昏的色彩真的是非常的迷人。不过今天看起来，真的红花山塞车的状况还好啊，哦，那有我记得有一些要拍摄星空的哈、哦，可以趁这几天哦，这几天天气都非常不错，看起来天空都非常的透彻，星星那个拍摄情况应该很不错。哇，蛋黄，像什么？像咸蛋黄，像蛋黄酥一样的。太阳出来了哦，旁边这个都还是杜鹃哦，这里杜鹃花。好，过这个我们叫水池湾哦，因为旁边有一个水库啦，所以叫水池湾。哦吼吼，有没有美？超美的，你看人客啊，真正有够水的啊，哦。好漂亮哦！好，和大家分享哦，有云海，有云海，真的是美哦。好了，我等一下到小凤火锅关播，这边都红线，所以我也没办法停车的、啊。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。前面那个是奇莱山的北峰哦，奇莱山的北峰，从这一侧看过去的哦，奇莱山的北峰是非常的峻丽哦，就是很壮观的感觉哦，因为它那个山的线条，那边又是一些碎石的崩坡啊，整个会很漂亮。那这边右手边这个大崩坡上面就是石门山呐、啊，哦，石门山现在。整个杜鹃花开到爆哦，爆过头了。来，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，哦，美的日出献给大家。不过一样看到日出，就代表等一下会有逆光哦，开车就要细腻啊哦。超美的，好啦，这就是小风口到啊，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，那大家拜拜啦！好，知道这有路口可以停。哦，好啦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。
这里是下去是，绕下去给大家看好了。你看有云海，超美的。这里下去是小风口的停车场。你要去爬河湾北峰、河湾西峰的话，车子停这边，真宽的啊，超开阔的。啊，一样，这边是禁止露营的，那个搭帐篷的黑洞微化的吼，不要这样子，帐篷不落地，哦。好啦，大概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啊，啊，这边是大客车的停车位，这里千万不要停，这里停了会开单，哦，这里停了可以开单，叫几位。哎呦，水水风景嘛是爱分享给大家。来，哎呦，按到喇叭。好啦，祝福大家个美好的一天，带大家来看一下。有云海。我继续赶去上班，用我们的朝阳跟大家说拜拜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礼拜五，明天放假啦，大家拜拜。